叫郭阳，我来自江苏泰州，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西伯来语系念西伯来语，我现在在西伯来大学罗斯伯格国际学院读西伯来语。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念书，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国际化的课堂。我们班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学，有欧洲、美洲，还有很多亚洲人。我们这个班不仅有学生，也有很多人已经参加工作了。我们班比较特别的是有一对来自韩国的母女，女儿负责儿童歌曲写作，她的妈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祷告。看到他们这么认真的学习，我想人果然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啊。